我们常常碰到人问，我要念咒辅学，或者说显教，或者说密宗的人，从哪一本书入手最好？我昨天讲过，我答不出来。换句话说，真正的辅学，了解佛法，懂大家自己要做功夫修持做参考的。我们用现代化的名称来讲，最好的佛学的概论有四本书，哪四本呢？在印度当时的巨著翻译成中文的第一部是龙树菩萨所著的《大智度论》，是第一部的巨著的佛学概论，认识佛学，认识人生，认识宇宙，乃至自己深深的修养，就嘛达到佛的正盖的，这是龙树菩萨的巨著《大智度论》。有一个普通的凡夫要想到成佛、成菩萨道、成佛之路，是智慧的成就。说佛在觉也，成佛是智慧的成就，不是在那里搞稀奇古怪、搞迷信啊，做什么功夫，智慧的成就。第一点是要注意，所谓般若波罗蜜多智慧成就到达了哪一个方面，哪一方面没有方面的，那么在文字的翻译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智慧到达彼岸，哪一岸？哪一岸是哪一岸？还是大西洋啊、太平洋啊？此岸是没有岸的，最高的成就，无量无边的正改。龙树菩萨这一部巨著是距离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500年了。龙树菩萨是中国的佛法、中国文化里的八宗的祖师，所谓禅宗、密宗啊、在律的律宗等等正统宗，他都是祖师，都尊重他。龙树菩萨写这一部《大智度论》，此人这位菩萨是真正佛教的非常了不起的第二位佛。这位菩萨出身很不同，年轻是聪明又为智慧很高，才能很大，没有出家以前，他一切学问都会，一切外道的魔法的都会，等于你们一样啊，打拳啊，练气功啊，画符念咒啊，说什么会什么都学会了。最后啊，他学什么呢？学了应身法，他也练成功了。人到哪里你看不见的，就在你旁边站着看不见。他们两三个师兄弟都会应身法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，还年轻，没有四个人，没有什么好玩的，去玩什么到皇帝皇宫里头的玩，三个人应声到皇宫，
就玩跟宫女两个玩啊，没有事，这三个人一眼睁谁也看不见。哎，慢慢这些宫女们肚子都大了，这个皇帝很奇怪，怎么搞一回事啊？下命令，全国概念，皇宫的更概念搜查，没有人。这股一个大臣给皇帝建议啊，这个事情一定会懂邪法的人，是一定是隐身法这些人发的。好，有一天就大扫除、大搜查，皇帝坐在这儿，下命令，宫内宫外整天一天当中，统统拿出这个刀枪武器来，虚空里头乱撒乱挥，隐身法看不到啊！啊，结果了大搜查一番，那两个师兄弟啊，被杀了。这个到处乱撒的，碰到杀掉了，一杀掉了，隐身法身体就出来，就看见了。这个龙树菩萨是绝顶聪明，他躲到哪里啊？皇帝下的命令，皇帝这个范围一掌以内是刀剑不准进来的，他就躲在皇帝的座位下面呼吸，就用了阿耨波罗停止呼吸，就躲在那里，所以没有啥事。可是啊，不得了，他的阿耨波罗啊，停止呼吸到底就不功夫很难啊，他就跪下来发愿了，我的忏悔错了，这次万一大难不是我出家了，佛啊，释迦牟尼佛你加倍我。结果啊，他没有死，最后出家了。出了家修佛以后，修了两三年，把所有的佛经、所有的佛法都修持过了。嗯，佛法很了不起，不过如此，我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都做到了。唉，他要来创教，就宗教革命，自己要释迦牟尼佛过去了，现在我是教主了。还真了不起，所谓自己认为了不起，在佛说里头叫做我慢，人都跟我每个人，所以自尊心很好听的名字，每个人有自尊心，在佛法就叫我慢我见，世界上人人有我，我总是了不起，最笨的人、最差劲的人还是我了不起。你说你这佩服谁呢？谁都哎，这个人很了不起。不过讲了半天，他比我还差一点点。每个人就是，所以我说，大家说问人这个人漂亮不漂亮？哎呀，我说你们不要瞎猜。不管男人女人，世界上的人最漂亮就是我自己，每个人看镜子，哎，不过比人家差一点，看了半天还是我最漂亮，这就是我慢。又就有了学问，有了一点专长，我慢就更厉害了，叫真相慢。有了地位，有了名气，有了钱，或者年纪大了，就像我们这几位老先生们，哼，哎呀，男老师，哎呀，不敢当，男老师，哎，男老师，你真了不起，我没有起不了了啊，那都是假话，还是做到自己了不起，对不对？然后年纪越大了，然后讲讲真相慢我慢就来了，你不过30岁，我都80岁了，活了几十年，我还怎么不知道啊？
这就是真上慢，我慢上面又加一层。出了家又来学问，哎，你们很谦虚，我世界上非要，不过我是出家人，人天师表，你拜我应该的，我是佛的弟子，佛的弟子又怎么样？你不是佛哎，所以我常常讲，天上天下为我独尊，是佛哎，不是你哎。是真上慢，年纪大了也会真上慢，做了爸爸了，对儿子，去，你是我的儿子，真上慢，做了爷爷呢，更高一层的真上慢，是龙树菩萨这个时候去，他要做第二个佛了。所以在佛教的历史上感动了龙王，这一看这个家，所谓龙王也无此事，也无这个人，这年头了。这个龙王啊，是佛的弟子啊，所谓天龙八部都是佛的弟子。一看这个龙树菩萨这个家伙，那么我们龙王来接他，你认为把我们老师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学问都会了吗？对啊，你跟我们老师释迦牟尼佛一样吗？一样。他的著作你都看了吗？都看了。哎呀，人世间留下来佛的著作啊，千万分的一点。来，我陪你参观一个地方，他也不说自己的龙王化身来，龙树菩萨普通的神通都有，好吧，我等你去吧。龙王把他接到龙宫去，打开龙宫的图书馆，你看吧，龙王给他一匹马，骑到马跑马看，不然你的寿命你的时间来不及。龙树菩萨走马骑在马上看经题，看佛经的题目，这一本经叫金刚经，这一本叫华严经，这一本叫走马看经题，三个月才看完，只看了经的题目，内容还没有翻呢，还骑在马上跑过去啊，原来佛法的学问是那么大，这个世界上留下来佛的学问千万分之一，这一下才把他的傲慢打下去了。然后他就给龙王要求，我带一部经回去。龙王说好吧，看你的缘分。所以他出了一部经叫华严经。华严经有十万劫，所以他带回来。所以华严经是佛的大经典，我们佛法佛教里头佛说里头一句话，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啊，它的内容太伟大了，太充沛了，不读华严经不晓得佛家的富贵，什么是富贵，它的智慧内容包含的是那么多。现在将华严我们中国翻译了两次，一次是所谓六十华严八十华严，不过整套的华严经里头只是一部分翻过来翻译过来中文啊，
已经八十卷，一卷等于一本书。为什么古代一本书叫成传呢？因为我们古代这个书用牛皮用纸一张连到的，很多很多字，然后把它卷起来，这样卷起来叫一卷。在印度呢是一片一片树叶子，所谓背叶翻过去。西藏现在也叫这个，蒙古说西藏也是这个，我们中国叫一卷。后来宋朝以后这是一本一本，这卷是这样来。所以我们画关公看兵书，大家有些画是关公旁边弄个刀斧子与马，手里拿着那一本书来看，完全错了。汉朝啊是一转转出来那么拉开来看的，不是这个样子看的啊。啊，所以去画画的搞清楚啊，不然你画出来都是错的。这个好念经那么多，这是龙树菩萨在龙宫出出来，然后他弘扬佛法，自己要住中论，有名的中论就是龙树菩萨大智度论，就是他的著作了，把佛法集中的精要是开论大啊，精要拿出来大智度论。龙树菩萨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不像我们可怜兮兮，大家几千万人坐在下面听他讲课的时候，看不到人，只看到位置上一个远光，这个声音从远光里头发出来，所以他的本事很大。是龙树菩萨的禅宗、密宗，又就是密宗，不管是东密西藏的密宗，他都是大祖师。可是你要听听，世界一切学问都会，外道魔道坏事他都会，好事也传堂，这么一位祖师叫龙树菩萨。这个杜立福过世以后五百年了，真正的佛法在他的前辈马明菩萨跟龙树菩萨手里弘扬出来推广了。再过了下来佛过世以后啊，七八百年之间出来两位大菩萨，一位叫无著，一位叫天称，也叫世称菩萨，这是中文的翻译。我们不讲梵文他们原来叫什么名字都有的啊。这无著天称是两弟兄，天称菩萨就是世称菩萨，哥哥出家了，无著菩萨是弘扬大乘的佛法，世称菩萨专门弘扬小乘的佛法，反对大乘。所以人可以几生就成佛这一本做不到，他是走小乘路线。各个无求菩萨大乘路线，最后他具足很多世称菩萨的具足，等于在生的时候比他的哥哥的具足还多，学问好得很，修养修持也很高。但是他反对大乘的路线，后来譬如我们现在讲居舍论啊，很多的论据都是天称世称菩萨的著作。
后来他受哥哥的影响感化了，回心向大，玛哈亚就是摩诃耶，我们讲摩诃，实际上这个用唐音翻译过来就是玛大乘，玛哈亚就是大乘，我们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是玛哈，在日本叫中国唐朝的发音般扎啊，波罗蜜多就是大乘。他会由小乘变成大乘的时候忏悔，痛苦的不得了，要自杀了。他我会帮他伏法，几十年的剧作都不对了，这就是骂佛骂骂大乘，他说不对了，要自杀。无著菩萨他哥哥说那有什么用，自杀不能解决问题，他那怎么办？哥哥告诉他，批人走路因地而倒，这个人走路在路上走啊，怎么跌倒呢？还是地下地的关系嘛。跌倒地下怎么办呢？因地而起，还是靠土地嘛，你手一撑再爬起来嘛。因地而倒是因地而起呀、啊。走路就跌倒的，因为有土。假设在虚空中走，永远不会跌倒的，永远空的嘛。因为有地，土地们跌倒了，要爬起来怎么办呢？也靠土地再爬起来嘛。他就懂了。好，我回转来弘扬大乘佛法。所以他大小乘显密。庙台大小乘都通的剧作很多，最有名的现在中国翻译流传，你们在念咒，我们这里的教务长好像在念咒，听说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神通啊，念咒居水论啊，当然他不是专门只是一点了啊，他还是神通广大的啊。这个，那么他的哥哥呢，专门弘扬大乘弥勒菩萨即成佛的第二位无著菩萨，他是每天找人，每一天一天一辈子弘扬佛法，就一辈子为教育啊，教人世界的社会教育，百天经过的说法就是讲苦弘法，晚上注定注定到什么，到斗六天玉寨里头的第四天，弥勒菩萨还在那里说法，他晚上听课嘛，记录下来，不晓得用钢笔啊毛笔啊什么笔啊，啊或者用脑子，百天就把这个听课的记录写出来，就是写了一百卷，你们手里这一套《瑜伽师地论》，弥勒菩萨所说的，都是佛所说的佛法，无求菩萨所记录的。一百卷，是玄奘法师到印度留学二十年回来翻译最重要的部经论，瑜伽师地论，说显教说密宗，不懂不能不参考的。不过文字翻译的呀、啊，非常老实，够坚硬的，几乎我们历代的学者好好念着瑜伽师地论的没有几位。这是两部介绍所谓修复的，这是一个佛学概论，真正要量改佛法佛教的这一部。无著菩萨与世成菩萨两个人友好，两兄弟，无著菩萨告诉弟弟师兄，他说我会先走了，
学士，他说我跟他究竟是以后有没有福的世界，有没有其他世界，你要回来告诉我。这个故事很有趣了，可见两个人收成那么高，生命的道理，死后是不是有个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不是真的有个天上人间地狱啊，你要回来告诉。两兄弟友好，无咒菩萨先走了，这个世成菩萨还没有死啊，等哥哥啊来见一面，天天等没有消息，大概自己想，哎，头发留着吧，不要再当和尚靠不住啊，哎，一个个这样的修持跟我来又好，回来见一面啊，证明有没有这个事。这个过了三年啊，世成菩萨一下看到无求菩萨来了，哎，他哥哥要吗？他说当然，那怎么讲？哎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斗绿天弥勒菩萨前面。他说你怎么那么久了告诉我有这个事？他说我到了，这个弥勒菩萨也正在上课，我进了禅堂，他们把门关了，我不过听了一个钟头，我心里急啊，要来告诉你啊，好好收持啊。啊，他说他们打开门一个钟头了，我赶紧跑了。他这里三年了啊，他这样，这个故事很有啊。这个现在介绍了这两个了啊，连带讲故事给你们听过了啊，我都是附近的都看来的啊，你们听了你还几分钟，我看了好久，好可怜，逗弄来都告诉你啊，所以你们是我的啊，等于我是无咒菩萨，你们是世成菩萨，很有福气。中国的到了佛法，到了中国两部巨著重要，你要念中国的，换句话我们中国三部巨著，对了，讲错了，第一部摩诃止观啊，这不是现在你们手边有的六妙门止观法门，大智观的自在菩萨，而自在大师他们居住。第二部，五代宋朝的时候，永明寿禅师的居住，中正路。那这个文字多很美呀、啊，又就是中正路。那么永明寿禅师也是在座我们老前辈一样，他是个江津出身，后来出家了，他是禅宗的悟道以后弘扬正途的啊，在杭州永明寿师禅师据说是阿弥陀佛的在化身来的。这两部巨著是佛说概论，第三部就是我们青海人到西藏成就的达赖班禅的师父钟开八大师，根据阿底峡正在菩提道巨论，菩提道巨论可以说根据弥勒菩萨瑜伽师地论的巨著，所以钟开八大师写了啊，这个所有的巨著嘛，把它累积起来，菩提道次第论。实际上根源都是瑜伽师的东西来，
这么几句话很短的浓缩下来告诉你，哎呀，嗨，我妈真上忙来了，我摸了几十年啊，到了你们年纪轻轻又不好好用功，要叫我看出家的同学们有宅加有宅啊，那个有啊是不晓得羊有啊还是牛有，有的不得了，没有好好的用功。可是我们都吃了那么多苦头，浓缩下来简单的告诉自己好好去念叨，不要听了就完了。所以大家要了解真正的密宗的黄教，我们暂时不讲红教、花教、白教啊，暂时白板。要想了解黄教中开八大师的这个修持等法统菩提道次的广了，了解一切事的人，这个现在跟你介绍了整个的东方文化，又就即使印度佛教文化，印度没有了，宋朝以后印度已经没有了，印度文化真固的归到中国文化里头来了。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吸收包含了是那么多东西，现在年轻人一点影子都没有摸到，那真担心啊。我常说一句话不大好听的话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怕亡国，亡国了有后代起来恢复国的，就怕文化断了，文化一亡了这个民族国家就没有了啊，很重要是文化的根基。现在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文化内容的这五部大论，就是整个的佛法，即便哪一部抽出来，这是佛法的开论。今天我们需要抽一的，就是瑜伽师地论。怎么叫瑜伽呢？那我们晓得，根据梵文翻译，现在外文叫优伽。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，假如真正正式的发音是“嘎”。这个瑜伽的“伽”是中国字的一个组织，这个人。什么叫瑜伽呢？你们都会。每个同学，我怕花钱，不敢发奖金了啊，舍不得啊，哎，很小气。瑜伽你们都晓得，怎么翻译啊？相应，怎么相应啊？我跟你来个相应不相应啊？啊，都晓得，哎，你们一考试都会打成相应。所以我刚才讲我们这个老同学，古老同学啊，他姓古，从我那个老古文化，当年因为这个同学大学毕业了，跟到我旁边，我说我们办个出版社了啊，好啊，取个什么名字啊？啊，我说取个说，哦，要取个好一点。我说你姓古，就叫老古啊，就是这样来的，那，简单的很。说他姓古啊，古里古气的这个人啊，从大学一年级跟我们到现在啊，现在头发光了，他是和尚啊，你看头上没有毛的。嗯哼，偏偏弄两个毛还接起来，当了和尚还要讲 啊，这个是古先生。瑜伽师地论，怎么叫瑜伽呢？古应相应，怎么叫相应？交感，互相交感。古文的翻译叫相应。搞了半天相应不相应啊，不知道，就是交感啦，现代化。我刚才说讲他，你少讲那些佛说的名词啊，少讲文章啊，速度多了没有用。
就把白话一讲，哎呀，你们学了佛的学问越好的，哎呀，一口那个学问我一听就烦。我上课啊，很少讲这些东西。我们讲课的人，你最大的学问不是表现你自己呀、啊，要把那个学问变成白话，给听不懂的人听懂啊。然后想起我们看了好多古代的老师，当朝的老师，满嘴学问，还有黑白写了密密麻麻的记录，都来不及，听得完全听不懂啊！非常尊重他，也都是学问的话，学问有屁用？听不懂。学问要是人家不懂的人，告诉他这样，懂了，这是真学问，千万注意。啊，所以瑜伽就是交感。什么叫交感？等于我们那个电插头一样，插对了就通电了，这样就是交感。插不对了有屁用？这个电没有用的。瑜伽就什么交感呢？天然交感。我们修养到了跟这个宇宙生命真过的相通通电的，就是瑜伽，就是瑜伽。瑜伽禅宗这个禅定也就是瑜伽，是我们所以为什么要打坐啊？各种方法修养到最后，与天地宇宙万物交通一条线了，插头这个插电对了。就是庄子的话，庄子一句话，修道成功与天地众生相往来，就对了。啊，庄子说的，与天地众生相往来，这就是有感于前。啊，也就是儒家孟子说的，仰慕浩然之气，充塞于天地之间。这就是交感了，这就是禅的正感，这也就是禅定的正感。所以为什么要打坐呢？要把身心收拾，就是庄子的话，教学精神，洗个澡的澡，学下学的学，把身心啊洗了澡，跟白雪一样清洁发亮的教学这个精神，这就是打坐修定的这个道理了。啊，这个大家都了解了吧？我这样说还说得清楚了没有？啊，说不清楚你来打我啊，打我一个耳光，使我清醒点，重新说话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手里这一本佛经叫瑜伽交感相应，刚才都讲是吧？瑜伽师怎么说？大师们已经出发到达那个正盖，瑜伽师地论，什么叫地呢？一步一步，地在地步，一步一步。瑜伽是你们修道的这些大师们想到达怎么样是小乘罗汉正盖，怎么样是菩萨正盖，怎么样是观音菩萨正盖，怎么样是文殊菩萨正盖啊？瑜伽是这些大师们你要学的佛法，地一地一地，一个步一个步，这一层楼，二层楼，三层楼，四层楼，五层楼，一地一地上去的论据告诉你了。所以这个书名叫瑜伽师地论，这样懂了吧？啊，然后你拿到，哦，瑜伽师地论，然后出去好吹牛了。我是买开牛棚的，你们去开牛肉店啊，再不然去买牛肉面啊，大的吹大牛，小的吹小牛，就可以去吹了。弥勒菩萨五种的
讲出来传出来，无求菩萨的戒论，据愚切师地论，分成什么呢？有一个凡夫普通人说服分成十七地，十七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的十，我怕我的国语不标准啊，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，十七地。我们翻开看看啊，愚切师地论的目录。那说佛第一要说逻辑，佛法是非常讲逻辑的。这逻辑没有说好，佛法的里头不叫逻辑，逻辑是佛法里头跳出去的，原来叫因命，因命就是逻辑。非常讲逻辑，把它分成十七地。因命就是逻辑啊，我们中国呢传统文化叫明学，因命就是逻辑，明学明气那个命又是啊，大命等等等哎，就是逻辑。逻辑不是我们自己文化里头还高明的很，可惜大家自己不懂自己。愚切师地论是逻辑的分类，分成十七地。你看看我们筹备都有了啊，都有了啊，我们来了啊。本地分就是逻辑第一个标题，本地根本的。本地哪里啊？厦门，嘿嘿，啊，本地是厦门，啊，本地就是根本的立足点。下面就分类，本地五十声相应的，第一要了解，我们这个生命活到身体，有眼睛，有耳朵，眼耳鼻舌身身体。这是五十声的身体动心的关系，这是第一部分。对，本地分来的第二部分呢，你们手边都要说异地是第二部分。我们的意识思想怎么来的？所以现在这个意识形态怎么构成的？意识的作用怎么来的？意识动五十声相应地分开的意识作用，讲得非常清楚的意识作用。第二地，第三是有声有识等等，包括了三地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这些都这个慢慢再说，今天就要跟你们讲这个。第四呢，三马十多地，三摩十多地。我们讲得定，对不对？大家说哎，怎么得定？哎，梵王叫三摩地，三摩地。那么中文最简单的称呼啊，我们的妹妹三妹，还不是二妹呢，也不是大妹子呢。三脉就是三马地的白语的转音，三马地就是得定的正盖，叫三马十多地。另外呢，有声五声地，后面跟到下来，实际上你把五十声相应地到有声地五声地念着完了，这个佛法的基础是好，修持是稳当的很。后面的问师修慧声闻地圆觉地到菩萨地一直到成佛之路，经过跟你说完了、所以你们手里拿到已经是拿了成佛之路的把柄了。不过四大本啊，背得动吗？背不动的有个办法，最后是空的了，都没有的了。
就丢掉了，那就成就了啊。所以要尊重这个东西。